在星星姐妹网边来一家海鲜粥吧。对啊，这家叫136海鲜面，在安东市场。那你想吃哪一个？哪个看起来好吃？你想要吃有小卷比较多，还是这有蛤蜊小卷？然后这个还有虾，你要哪一个？还是要吃？这是可以点饭面或其他的，你要什么？还有乌龙面，要不要？这个的乌龙面要不要？我要这个的。哦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就点吧。好，爸爸点丝木鱼肚的米粉，那我点综合海鲜粥，然后妹妹要澎湖小卷的乌龙面。先粥来了，小卷乌龙啊，小卷乌龙，妹妹你的，小心看哈。哇，这好多小卷哦。Really good？ 那么多小卷。嗯，你看，太棒了，还有蛤蜊耶。啊，妹妹，我看你的，哇，小卷乌龙面哎。看我小心。你跟我说好不好吃 ？Yummy。Oh, you like it? 你最爱的小卷。这家好吃吗？真好看。哦，然后加点白胡椒，好多佐料，酱油、醋、超级辣椒、丝木鱼米粉，看一看，蛤蜊、高丽菜、芹菜、丝木鱼，给你。是吗？不错，你看那么大一块。哇哦，嗯，很大。我们刚刚结账这样三份420。好吃吗？下次要不要来？啊？好，难得你满意。妹妹，我们吃完了，那你觉得今天好吃吗？哎，你推荐吗？不推荐面，不推荐面，你不喜欢这次的乌龙面。为什么？因为面有肉。好吧，嗯，我们就说拜拜了。拜拜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所以说随时追踪新影片哦。拜拜。